一起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来这个吧，有没有家长个人要拍的？好听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你估算？你二年级吧？我大一，他二年级。他是跟我们出来的。明天要打假日杯啊？刚不是说打假日杯？在哪里？在新野公园，台北。啊，台北。那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吴大师的名字？这是我工作室的名字。这个是你画的？不用秒的，你去网，你去 FB 跟 YouTube 查这个假日影片。你拿什么用？你拿什么用？七里，你是原住民吗？哪一组？阿美族。哦，哪里的阿美？你在那个海岸。台东吗？还是花莲？台东。哪一个乡？哪一个村？哪个乡啊？我不知道。长滨吗？还是？还是那个？你是超级吗？成功镇。成功那里？成功的都立吗？是哪里？哦，那是八翁。啊？成功的哪里知道吗？眉山。哦，眉山啊。哦，你今年丰年祭有去吗？没有。哦，我是有去看你们眉山啊。在那个忠孝国小旁边啊。对。嗯，那常回去。爸爸妈妈都阿美族吗？对。那个阿美族男生怎么讲？啊？阿美族的男生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你会讲什么？不要，除了帮阿伯弟还有什么？祖祖，祖祖，你怎么会讲祖祖？他教的。哦，不错啊，没有忘本的。狗怎么讲？挖住啊。鱼。香蕉。哦，香蕉。香蕉。
我不知道。那个宝丽达比，那个宝丽是香蕉的意思。不要摔了。什么？还有法贵。法贵是什么？这个。对，很好很好。西劳。西劳是什么？那个先进的。哦，你也是阿美族吗？没有，都打过先进的。对对对，教一下阿美语，随便三个单字。好啊，教一下。哪一号？啊，还有呢？是你好。嗯，对。然后，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，你一直念祖祖啊你。哦，你是那个的、哦，你有采访别人哦？常常。你有采访别人哦？很多。你有采访董子的那个？啊，对对对。对不对？那小学三年级 B-box， 来 B-box， 先问你随便一点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。别安慰我好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他们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他们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随便，来一点一点，来快点快点，等一下就解散了。你真的，你不是有照顾他？那个他小学三年级是吧 ？B 八十，快点，等一下你们就解散。他我不会啊。轮流，你先快点，等一下就你要走了。爸爸 ，baby 八。换人了。欢迎。黑猪就是力量。B 八十，来快点。双子过一下。双子 B 八十，你要别抢。你也是 B 八十。B 八十，快点。他又没有要送吗？他只是录影而已。忘记了。快点。还有忘记走。东元有嘻哈一下。东元有嘻哈，快点去。东元有猫，叫的眉毛。恭喜电来。恭喜电搬家。叫棒球饶舌，快点！好，棒！高真香，接力，快点，再一次。这个会。八百几个嘞，好了。完蛋！你怎么这么做？完蛋！完蛋！没有吗？换这边，这个最强的。谁会？这个后面，谁会唱歌？这个歌王。六年级哈，棒球的英文怎么讲 ？Baseball。那个跑步怎么讲 ？Run。哦，球场呢？不会了。你讲球场怎么讲？球场的英文。哦，你会 B-box 啊？你会 B-box？ 不会，他什么 ？Baseman。哦。宋智，你刚刚不是我翘什么眉毛？喝水怎么讲？英文。喝水。哎呦，喝水这个。喝水。水饺。喝水。水饺。国中想念哪里？国中。大理。想念吴大师 BB。是游民呐，一碗投手，游民，那是生命的意思。你是生命呐，五大师这边比比是你的，这怎么念？五大师比比，怎么念？五十大比比。我想去念五大师。认真，国中想念哪间学校？不知道，大理就大理啊。高雄的中校国中吗？啊，中校国中，有棒球队。对，还是那个太原。太原。读过太原吗？太原了。哦。太原。那我就先录到这边哈。恭喜你们啊！快点 B 八十，你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。B 八
唱十一小段。那是蔡明唱啊。快点。那你介绍一下东元球队是怎么样一个优秀的球队？那是吴大师比的。我练汤姆。对于上网了。我放。记下他的名字。跟教练讲。没有，没事。这是汤姆熊。汤姆熊是那个玩具的。加油啊！拜拜，下次见啊！你是超级棒。哎呦，我懒敲妹，懒敲妹没有过，不是懒敲妹啊，什么叫懒敲妹？啊，我的名字叫懒敲妹，我叫秀兰明娇妹。阿妈还要用，阿公不能用，阿公出去带着小鸟不回来。谢谢顾客。吃阿嬤，我那愛吃阿公，我那都吃阿公，哈哈哈哈，我那是什麼？我那壞掉，那個房啊出去不回來，房啊不回來的怎麼講？媽，你先講，再度冰冷蓋過了，再度冰冷蓋過房啊你阿公，有啊，再一次慢一點，慢一點。再度冰冻盖过房啊，你阿公。好到底了。我不会醉，怎么讲？这个啦，三个过。因为我的喉咙很深。我没有深喉咙，我很浅。呀！好，那你翻这。哇！哎，你要浅喉咙。翻一。我很渴，怎么讲？马苏奥嘎，马苏奥嘎。要强调啊！马苏奥嘎。哎哎。哦。你住哪里？我住大南小区八阳村。阿巴路哈，我姓蓝，名叫妹。蓝叫妹哈，娇滴滴的娇。蓝娇妹，哎，哦，妹妹的妹。蓝色的蓝，娇滴滴的娇，妹妹的妹，蓝娇妹。哎，住哪里？哪个里或哪个村？太巴朗，太巴朗村。太巴朗什么村？再讲一次。什么村？太巴朗，太巴朗村。太巴朗，太巴朗村。哦。巴朗隔壁。我坐在马兰隔壁。越幽默越好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入境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睁开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什么？吴大师 BB。吴大师 BB 啊，不要浪费生命，多喝两杯啊。是。吴大 BB 生命，要生活就喝多喝两杯啊。四川师傅是你哦？四川师傅啊，手机。七阿爸啊，七阿爸是什么？七阿爸，他每天都七阿爸，有点秀逗秀逗。哦，你叫七阿爸。啊，是。谢谢，真的，过年就是这样疯疯癫癫的。过年就是这样，很热闹，真的，很好玩。